哎，你看，又来了一辆大巴。多少人？差不多能有一车吧。哦，再杀两只。哦，哎，好嘞。喂，哥，啊，怎么？行，行，啊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好嘞。晚上那两只留一只，今天晚上那个主任请吃饭。好，咱们稍微等一下后面的客人。各位游客，现在呢，我们又来到了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凤阳县小岗村。1978年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，在这里，18位庄稼汉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，按下了红手印，从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今天呢，我将带着大家去参观一下当年那个按手印的地方。往后面的游客，咱们跟紧了啊！哎，好嘞，走吧。怎么还这么穷啊？可华西那边比，差得太远了。那不是改革开放的带头人吗？就带成这个样子。哎，这牌楼还像哪样？中午就别准备我饭了啊！哎，行。哎，那你晚上还回来不回来呀？走。走了。走了。是回合肥还是到别地儿去了？人家又没告诉我。哎，哥，我，大伟，啊，他走了，就是新来的那个家伙。对，肯定回合肥了。啊，好嘞。万事开头难，这个再难也得开个头。人家小岗村的人，一口一个书记的叫着。我这个书记也得给人家办点实事吧。对，办实事就是得多办实事，多办实事才能取信于民。不行不行不行，不管谁来都是这句话，交罚款交电费一分钱不少，还得写检讨，深刻检讨。凭什么你们不按时交电费，还明目张胆的偷电啊？你们小岗村怎么了？小岗村就是特区，啊？小岗村不受法律限制，啊？不是，你听我说。你让我把话说完。我不认识你是谁，你也别再给我说情，不用说好话。他就是县长、省长来了，我仍然是这一条，拿钱来给电，不给钱走人。对对对，你看你先别急啊。我还不急，我们去的人你们还想打呢，再不急再不急就打到我的脸上了。不急，打呀打呀。不打，这肯定不能打。打呀，打人是不对的嘛。但我们今天来不是说是、啊、还是说就解决一件事嘛。啊，对，交钱。对啊，那我来交还不行吗？交钱。把小岗村欠费多少，该罚多少，马上报给我。来来，你先，小伙，你抽这个，你抽这个。有，嗯。你别气。刚才你说什么？你是小岗村书记？啊，对啊。我怎么没见过你呢？我刚来，我是。哦，
看去吧。好。嗯，这个，所长，他这个连这个电费加上这个罚款，总共26000，对吧？啊，上面有数。行，没问题。所长，这么着，我这回带的钱不够，我先交10000行不行？你先把电给我们送上，现在充当大忙了。这个村里家家户户都用电，你说老百姓家里没有电，你想该有多苦啊？那要是你不交钱呢？那就给我断电啊！那电闸不在你手里吗？是不是？那我还敢赖账啊？啊！你这个书记有点意思，刚来小岗村。对呀，我刚来，我记得来了不到24个小时呢。那好，你仁义，我也就仁义一点。你把10000块钱交上，我给你送电。要按照我一开始的心思，少一分钱，我也不会给你们小岗村送电。谢谢所长，谢谢所长，谢谢所长。你知道你是哪句话让我动了心思吗？哪句话？你说呀，这要是老百姓家里要是没了电，那该有多苦。能说出这样的话，行。行，我不行，我也一样黑头小伙子。哦，对对，是这个，对，交钱了是吧？在仁义，我也不能不要这10000块钱呀。对了，肯定了嘛，哪能不要钱？那所长，咱们这附近有那个银行吗？这小西河镇哪有什么银行呀？要取钱，你得到凤阳县城。行啊，那我现在就去上那个凤阳县城。这样，然后我大概2个小时吧，2个小时能回来。君子一言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回来之后，然后咱俩就一手交钱，然后你一手送电。行，好，这个你先看。那所长，你等我。哎，你说，我可是知道的，这小岗村集体上可没有1分钱。你就别管那些了，谁的钱都有用，是吧？对，你这是小岗村新来的书记？不是，这个书记真不真的就不重要了。一会儿我送给你的人民币啊，就我交的人民币啊，它是真的，就行了。那我去取钱了。好。来，二位大哥，谢谢，陈叔。啊。哎呀，来吧，二位大哥，吃啊，别客气啊。陈叔啊，反正这个事儿呢。我就全拜托您了，您这个多费心。那个电管所长啊，态度啊有点倔，不太与人沟通。不过我跟他还算有点交情。到时候啊，有什么话啊，好说。陈叔，您太客气了。什么叫管点用啊？那可是管大用了。您的能量，我知道。这个，陈叔啊，这个电管所老断我们的电，所以村民们的这个意见非常大。当然都是冲我来的。这次不管怎么样，我拜托您一定要帮帮我。哎呀，现在这社会嘛，都靠啊真金白银的说话。你们控人家很多的电费，怎么也得给人家一些嘛。我再献上两句，要不啊，空对空。啊，对，对，您放心，肯定给，多少都得给。来，吃菜。好。为什么请您到小岗来呢？当然，这儿的环境比不了咱们这个凤阳和滁州，但是呢，我保证这儿的东西都是环保的，而且呢，做法呢是这个非常地道的，还是家常的好。哎呀，大伟啊，快来，刚才啊，
这是来，我忘了给你介绍了哈，这是陈叔。哎，陈叔好，这是咱们这个小港饭店的老板于大伟。好，这两位大哥。好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咱们小港店的事情，我就全权拜托陈叔和两位大哥了。啊，对咱们来说，这个店是天大的事儿，但是对人家，小事一件。啊，对啊，来，陈叔，我这样。敬陈叔和两位大哥一杯啊！那我干了，你们随意啊！来，哎呀，来，给啊，给你钱。哎，对了，今天那个沈书记到学校去了，还专门问了问那八间房子的事儿。你跟他说了吗？我跟他说什么，让他自己了解去。说了也是白说，谁知道他能干几天呢？来电了，来电了，三只就三只，哟，来电了，来电了，我要看电视，看电视，走了，看电视。二哥，来电了，这怎么来电了呢？你说这是谁搞来的？谁呀？沈书记。沈书记啊？对呀，就是新来那个沈书记，他搞来的电。对呀。行啊。那你先去忙去吧。哎，你把阿花叫来，再陪你陈叔和两位大哥喝酒啊。那个哥，阿花这你妈这，你看你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阿花，阿花，主任，那个来了啊？谁来了？来电了啊？你别胡说，人家陈叔坐在这儿，怎么？你看外面那灯都亮着呢。怎么？我看。大伟，你在这先陪着你陈叔和两位大哥啊。那个陈叔，两位大哥，你们吃好啊，我去调查一下。这样，那个陈叔，我给你们加两道菜啊，我让阿花再加两道菜啊。阿花呀，加道菜啊，阿花。大伟，这谁干的？这谁干的？这是？啊，对啊，谁干的？我也不知道，我就听那傻二在那喊的时候说来电来电了。我他们胆子太大，不通过我就敢来电。我要在小岗村待上三年，三年的日子我得一天一天的过。既然是这样，我就得安下心来，一步一步的走，一件事一件事的办。只要是办好事儿，总是会有人支持的。像今天小西河镇的电管所所长还是通情达理的，都快成朋友了。是一个只能做办公室的小职员，你还是一个能办大事的人，你能行。
你能你就往前走啊。当时在城里的大马路上遛弯呢。走啊，把电送来了，这事儿你不办，治国也有法子办成，这也算不得是多大的本事。有本事你再把这条路修好，那才算你能。大舅，哎，你看那人上哪儿去了？往二水那边走了。这个人呢，有点文章。你看啊，昨天晚上把村里边的电呢搞通了，今天一大早又满村子溜达，他心里头琢磨事儿呢。这小子，要多长几个心眼啊！哎，张磊，来，我帮你来，来，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来，我来。摆屋里，摆桌，摆屋里啊，放屋里啊。你是谁呀？啊，我是刚到小岗村的。哦，来，你请。来旅游的。啊，不是旅游，不是旅游。那你还在这过夜？这没什么看头，就是个穷啊。啊，我是省里下派的干部，我以后就住这儿了，我到这儿当书记。当书记啊？啊。怎么又来个书记啊？哎呦，咱们小岗村要多少个书记啊？啊，那个前面那个书记走了，我是接替他工作。哦，那你在这要待多长时间啊？三年。哦。啊。哎，往那边。啊。哎，往那边。啊，我看着啊。哎。慢点走。哎。哎，我来，你别动了，你坐吧。哎，好。哦，哎，等一下，你今年多少岁啊？啊？啊，我问你多大年纪？啊，77了。哦，77了。哎。啊，老伴呢？在那块摆着呢，前年走的。哦，那你这没有儿女啊？有啊，有三个呢，俩闺女，一个儿子。啊？跟你在一起过？不跟我。两个女儿呢，嫁到外村去了。还有一个儿子，前年到外地打工，嗨，坐汽车撞了。没得了，媳妇也走了。哦，还有一个孙子，20好几了，住在这个村上不学好。我呢不跟他过，他自己过他的，我过我的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人老啊，不讨人喜欢，我一个人过，随顺儿。老奶奶，以后有什么事跟我说，我帮你。你帮我？你现在不就帮我烧火做饭吗？对，那烧火做饭。老沈，沈书记，老沈。老杨家的，老杨家的，哎，老杨家的，啊，看见沈书记没有？那叔，沈书记一大早就走了。哎，一大早就出去了啊。哎，也没回来吃饭？没有啊，我们这也正等他呢。哎，哎，主任，
您走啊？哎，多多人走好啊。好了，老奶奶，来来，给我来来来来来，您喝粥喝粥。好嘞，您您您坐坐吧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大姨啊，吃点好的呢。哎。这就是新来的书记吧？对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嫂。你好，你好，沈书记啊，不嫌弃，说跟我一块儿喝粥，你也来，你进来。哎，来来来，哎，哎，大伙儿进来吧，新来的书记在这儿呢，快来呀，快来呀！哎呦，这真没想到啊！哎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沈书记好。哎，哎呦，都来了啊！你坐吧，找找地方坐吧。哎，对，大伙儿坐，大伙儿坐，来来来，坐吧，坐吧，坐坐。别站着吃，坐坐吃吃。哪儿椅子？坐坐那板凳。沈书记，这粥好喝不好喝？嗯，好喝。那好喝，以后也到我家去喝粥。好啊，明后有时间去。沈书记，也到我家去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只要你不嫌我，我挨家去啊。沈书记，你真的能在我们小岗村待上三年？啊，真的。嗯、以前的干部啊，没待上多长时间就走了。也有时间长的，可是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，尽在村里待着。我们就没见过他的面。啊，我是保证，我说我这一百多斤就放了这小岗了。不过那个逢节假日我必须要回合肥，因为我那儿还有个家呢。那是当然，那逢年过节都不回家，那不是把家都安在这儿了。沈书记，那你能不能帮助我们解决点什么问题不能啊？对呀、啊，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，要不来干嘛？你对你有什么问题？你说说。哎呀，沈书记，你就看看我们眼前这条路吧。这要不下雨啊，还能走；这要一下雨啊，这迈出一脚啊，这腿都拔不上来。对了，我正想问呢，就为什么西边那个是水泥路，然后这边就没有？是这么回事儿。那路啊，是前年那个张家港的一个什么企业，他们要在小港搞葡萄园，对对，葡萄园搞好葡萄种植，他们给修的，就修了一段。哎呀，说是发展好了呀，再把那段修上，可是半道人就撤了，这一段啊也就没人管了。他们那个怎么为什么要撤走呢？这是又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了，是吧？这叫啥来着？王小二没了娘，说起来话长了。这沈书记啊，你啊不用待我们村待上三年，你就是待上三个月，这小岗村的这一切呀你就全都弄明白了。你要沈书记弄明白了干什么？弄明白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倒是明白了。老奶奶，你明白什么了？你能不能说说？你要我说啊？那我就说，你看见摆在柜子上的那张箱了吗？哦，哦，那是我家死老头子，你别看他个死样子。在按红手印的时候啊，那是风风火火的。啊？是啊，可能的，就是去世的太早了。你说，沈书记，这个人一过世。就什么什么什么好事就没人家办了啊！你说这上头逢年过节的要来慰问什么的，也没他什么事。你说为什么啊？他一死我还活着来，沈书记啊，当年摁手印子也对我有点头，是不是啊？嗯，嗨，怎么人一死了就忘光了？八公哎，对，老奶奶，你说的对，我全给你记下了。看看大家都说说呗。啊，我说，那个，这三姑这么一说啊，我倒真是有话说了。这个不光是对死的不公，对活的也不公。怎么不公？那大家都知道，你当年这大包杆摁手印的，他总共有18个人，是吧？
那18个那都是拎着脑袋一块安的，那现在过世了6个，还剩12个，这12个待遇都不一样啊。怎么不一样呢？那你看那他们带头按的那俩人，也不知道谁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给他们按了一什么职位哈，现在是国家干部了，一个月什么都不干就在家待着，1200块钱工资。那别人呢？这不公，这要是砍头，又不是只砍那带头人的脑袋，其他人就砍半个脑袋。就是啊，师弟，我跟您说，俺们小岗村啊，就那几个人把持着，什么好事全是他们的。你这能搞好吗？肯定搞不好啊！你就是书记。哎呀，老沈，哎呀，我找了你半天，你看啊，你在这儿吃饭呢，聊聊天。老奶奶这喝点粥。妹妹，你们接着说。哎，林亮啊，刚才我进来之前，你跟沈书记说什么来着？接着说，你别我一来你就不说了。没说什么呀，回家添碗饭去啊。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来看看书记呀、啊，你关你什么事儿啊？这回家，吃饱了撑的，走。哎，明亮啊，你是不是怕我听见？我怕你听什么呀？我没说什么呀，我就怕你什么？我就叫媳妇回家吃饭去。哎，沈书记啊。这个我找你来呢，就是开会的事儿。你不是说要和这个村委会的几个常委开个会吗？啊，我把他们都通知齐了。那好了，那咱们就开会吧。啊，好。那你这饭……哦，不是，再喝一口。哎呀，你就别添乱了，真是！赶紧的，打扫啊！哎呦，太乱了这。哎，老四，哎，你说咱们这有多长时间没开会了？现在像仓库。我看呀、啊，最起码有小一年没开过会了吧？是吧？老三，你说是不是？抓紧！哎，你把那边那些东西都。这野鸡过来了！哎，沈书记，对不起，没事，别打扫了，沈书记来了，咱们开会。坐，哎，那开会吧，坐吧，老三，别坐，来，大家坐下，开会了，行，您坐，哎，老沈，你坐呀，坐，啊，咱们现在开会了啊，老沈啊，现在开会太不容易了。因为大家都忙啊，不过今天我把几个常委可都给你找来了，开会吧。不是你说啊，你说别嘛。哦，对了，有个事儿我先给你汇报一下哈。这个我们村委会的常委呢，也是党支部的支委，我们党政一体嘛，这样这个工作起来通畅。这个沈书记现在给咱们开会了啊，大家欢迎啊。啊，不，我开不了会，我这刚来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是我主要还是听大家说一说小岗村的事儿，还有想听一听你们的这个工作安排。啊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吗？不行，但是这个我在这里我还是要表个态吧。这个既然这个组织上啊把我分配到这个小岗村来工作，啊，那我一定尽职尽责，啊，跟大家一起努力工作，然后把小岗村的事啊就办好。就是其他的我真是没准备好，这还是大家，贾主任还大家说吧，说一说是那个小岗村的基本情况，我听听。那就谁先说一说，啊？这样吧。啊，我是咱们村委会主任，我就先跟沈书记汇报一下啊。这个小岗村呢，现在自有土地啊13700多亩，840多户人家，每年的人均收入呢，现在在2000多块钱吧，啊，这个比上不足，比下还是有余的，啊，特别是1978年。我们实行了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，从那以后，那小岗人
那就是农村改革的排头兵。中央支持啊，全国人民关心，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了。但是就是有个别人啊，不知足，不满足啊，具体是谁今天我在这儿就不说了啊，就是喜欢和自己人在窝里斗，搞那些歪风邪气啊。所以这个上级领导啊就不放心了啊，派了好几任管理干部下来指导工作，可是人家指导了一阵子就回去了啊。我现在认为小岗不缺人，就缺钱，有了钱我们就可以上好项目，是吧，帮助乡亲们致富啊，中央号召我们啊，发展经济，搞活市场，特别要搞活农村市场啊，而且要安定团结啊，我认为全国人民一定要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，小岗人那就要团结在村委会的周围，坚决打击那些歪风邪气。这个怎么个歪风邪气？我给你举个例子吧，咱们这个小学校后边有八间房子，这八间房子呢是咱们村里边的仓库，可是有个别人就把它据为己有，前两年啊人家还利用这八间房自己开了个私人加工厂，另外还有啊两台这个挖土机的事儿，这个挖土机呢，对不起，等等啊，喂，啊啊，对，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你狠狠给我教训他，你告诉他，小岗人绝不是好欺负的，啊啊。沈书记，那个大家和沈书记，你们先开着会啊，我有点急事儿啊，我先去了啊。喂，什么事儿啊？这，沈书记，你别管，你听我的，你别管，没事没事，你真的不用管。救命啊！站住！别跑了，站住！站住！给我好好教训他！别跑！你把人打坏了！老沈，这是我们家自己的事儿，啊！不是你自己的事儿，你不得这么？哎，别打了！对。谁知盘中餐？谁知？粒粒皆辛苦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都回到自己座位上！快点回来！站住！别动！站住！不是，是这样。别住手！哎！哎，谁打架了？哎呀，这不是地方两口子吗？啊，打架了，这个回娘家来了，回娘家来了，那个人家来接他了，接他反而被娘家人给打了。别打了！刚到哪儿了？那边。救命啊！别跑了！站住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啊，别追谁了！哎，孙强，你快啊！啊，别跑了！多少个？别打了！别再打了！我往死里打！谁让你跑了？别再打了！打他！别打了！站住！别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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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这么轰动呀？啊，不是，这个。谁让你们打的？谁让你们打的？你说谁呀？谁呀？要不是你说，人打成这样吗？手机响了。嗯。回家一趟，我看不像。我觉得也不像。伤人家心了。哎，走就走吧，早走晚走，早晚都是一个走。那咱这小掌声就是留不住了。你没看这形势，刚才在会上说那些话，傻子都明白。啊，走了，又走一个。把它拆了吧，经下次再来下排干部，不管是谁，换了名都能用得上。真拆吗？拆。看看，终于又动好了。哎，这冰柜可是咱自家的啊，摔坏了还得自己花钱修呢。你看看，人家还不到一天就帮着咱把这店给通上了。说话还和和气气的，一看啊就是个好人。哎，哎，我听说，那电费还是人家自己掏腰包给垫的。那你听谁说的？啊，那个老姑家那表嫂的二儿子不就在镇电话所上班吗？啊，对，哦，对，我听他说的，亲耳听的。你看看，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在咱村就待不下去呢？要我说呀，兴许还能回来呢。哼，回来，我看是回不来了。要不我就不回来，回这儿干什么呀？回这儿，这。哎，四哥，你那什么爷爷新进的？别说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哎，不是怎么了？怎么？乖乖。哎呀，你这是。他怎么能摔到这儿呢？哎呀，老太太不听话，我说把洗脸水端房间去吧，非自己去，结果从卫生间一出来就摔那儿了。幸亏那时候我还没上班，你说我要走了怎么办呀？岁数大了就不禁摔了，没觉得怎么样。大夫就是说，先用夹板固定上，观察两天，没事儿就气儿了。不是你大夫。这大夫怎么说这个？他说幸运没给摔折了，就是扭筋了。你说那伤筋动骨也得一百天呀，是不是？现在说啊，在医院观察两天，要是没什么事儿呢，就可以回家养着了。就可以。哎呀，没事儿的。哎，你说我这……啊，你这么大岁数，你为什么不注意点啊？以后这是走路都慢点走，你着什么急啊？啊，
行了，这没事，你也别上火，你就回家咱们好好养啊，慢慢养，啊。你请假了？不能请假，过两天总行来检查，我们现在正忙的时候。那行了，行，你赶紧走，我在这看着去。行，走。那我真走了啊。您辛苦了啊！行，你一会儿换盆水啊。哎，你过来。这什么呀？怎么还有泥呢你？这在农村。土腥的味儿。这话说你这在农村都没有土腥味儿。这样，有空洗洗。哦对，下午我妹妹过来帮着看老太太，你给我回趟家，把里里外外都换了，好好洗洗啊。行，看见没有？行，你快忙点。哎，那个看着呢啊，还有两瓶呢。啊啊，行，妈走了啊。走吧，嗯。怎么点这么多？这现在点的什么药啊？